Hello，大家早，今天是美国时间的情人节，然后今天呢，我打算要带大家过一个不一样的情人节。怎么不一样法呢？就是过一个没有情人的情人节。我今天脸好肿啊，应该是昨天晚上运动完之后喝了太多水了。昨天去运动了嘛，然后想说今天就要带大家一起去 hiking， 因为之前我记得在八月份的时候，我不是发过一个，如果你们可以跟我一起 hang out 的话，你们会想要跟我做什么？然后我就凭记忆挑了几个出来，然后今天呢就打算带大家先去 hiking， 就是去我平常最喜欢的那一条 trail。然后 hiking 完之后呢，回家然后 cook with me， 给大家看一下我平常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都吃些什么。我昨天晚上运动完之后没有洗头，因为想说今天去 hiking， 然后那条 trail 呢是很多的沙子，然后回来之后我整个人应该就是风尘仆仆的那种，所以我就觉得我昨天晚上洗头的话可能会有点浪费，然后我就待会儿 hiking 完之后再回来洗头好了。OK， 那我现在准备收拾一下东西。那 hiking 必备的呢，就是一瓶水。我上次带我朋友去的时候，忘记带水了，结果三个人下来之后就感觉有已经要脱水了的感觉。然后带个钱包，带个耳机，不带 AirPod 吧，就不带这个耳机了，两个都带吧。然后呢，我还要带一个免洗洗手液。万一我碰到了哪儿的话，就可以洗一下了。OK，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出发吧。我现在已经到这个山脚了，刚刚把车停好，还挺欣慰的。今天人不是很多，但是太阳特别的大，所以今天早上就打算跟大家来一个云 hiking。然后我刚刚下车走路的时候才发现，我昨天晚上好像是闪着腰了还是怎么样，好累啊！因为我太久没有做那个重量了嘛，然后。昨天一下举了挺久的那个铁，所以就整个腿都特别的酸。这一条 trail 呢，是我在整个 LA 最喜欢的一条 trail。就我每次想说要来一场真正的 hiking 的话，我一般都会来这里，因为这个路就是比较陡，然后我就会觉得真的是有运动到。但是我平常都是跟朋友一起来的，然后大家就一路上聊天啊，说说笑啊什么的，就感觉时间过得很快。我不知道今天我第一次一个人来爬这个山，我不知道我可以坚持多久，我有可能会想要说快点结束，所以就加快速度，但是目前我的腿非常的酸。太热了，我已经出汗了，太阳实在是太大了，我就特别后悔没有多涂两层防晒霜。哎呦，爬山的时候讲话着呢，太累了，好累。每次走到这个马儿们走过的这些地方，总是能看见非常多的马粪，然后也能闻到马粪的味道。2 hours later. 我现在已经到 Hollywood sign 啦。
在已经拍完了几组照片，然后现在准备往回走了，因为我有点饿了。我刚刚做完一组，哎呦，做完一组那个什么腰腹，好累啊！我爬完山之后就是整个人都提不起精神。我现在准备去洗个澡，然后做饭。我刚刚已经洗完澡啦，然后现在准备要做饭。我今天准备煮个面吃吧。然后之前去逛超市的时候买了一个李锦记的这个番茄浓汤，所以想说今天来试一下这个。卤的牛肉还剩最后一块了。我做好了，然后现在准备吃饭了，拜拜。
Hello 大家，我刚刚已经换好了衣服，然后现在准备要快速的化一个妆，因为我朋友他一个小时之后就会到我们家来。现在外面已经没有太阳了，所以我就不打算要涂防晒霜了，就直接上底妆吧。然后想要跟大家推荐几款我最近很爱的单品，这个呢是迷上的那个气垫 BB 霜。我在用这款气垫 BB 霜之前应该是有3年没有用过气垫 BB 霜了。我买这款气垫 BB 霜的初衷呢，就是想说我上飞机的时候化妆方便嘛，我就不用再多带海绵蛋啊什么的。我就想说本来只是用来救一下急的，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把那个粉底液带上飞机，就我的那个单肩包会放我的电脑，放我的 iPad, 放我的 Kindle, 放我的手机，放我的充电器，就是我整个人就是已经累到不行了，所以不想要再多装一瓶那个粉底液。我连网上的那个种草都没有看过，我就直接盲买，我就买了一个21号色最白的那个色，就是挺适合我们亚洲人的嘛。结果意外的发现，哎，它真的还挺好用的，就持妆效果挺久的，然后遮瑕也还不错。因为我用这个的话，我一般都不会再用一遍遮瑕了，虽然说还是能看得出来我的黑眼圈，但是现在就还是在一个我能接受的范围吧。好啦，那我的底妆就这样就完成啦，就火速的完成，然后接下来要去完成其他部分的妆容了。我眉毛已经画好了，然后今天眼影盘呢，我用的是 Tarte 的这一款，然后还有 Girl Cult 的这一款。因为这个的话呢，就是比较偏大地色系嘛，我觉得有点脏了，就是这样的偏大地色系。然后 Girl Cult 的这一款呢，它就是比较五颜六色的那种。然后今天呢，我就打算就是加一点红色，就是这两个红色，还有这两个珠光的颜色到眼皮上面的话，应该也会比较闪。然后因为今天情人节嘛，所以还是想画一些跟平常的妆容不太一样的效果。对，好啦，我已经画完眼妆了。今天眼妆我不是用了两个眼影盘吗？给你们看我眼皮上的细闪，它那种很细的细闪。我这不是废话吗？反正就是它那个亮片呢，就是很细的那种，然后也不会特别的夸张。我的话呢，就是很喜欢这种不太夸张的亮片，这样的话就会显得眼睛炯炯有神，但又不会说显得太夸张。因为 Girl Cult 在那一盘上面有一个，就是右上角那个颜色蓝紫色的底调，配上一点点绿色的细闪，感觉这样的颜色搭配就是非常的特别。然后到眼睛上面的话，也是感觉就是非常好看。OK, 我现在要涂口红啦。我刚用了 NARS 的这一款 Slow Ride, 然后现在准备再用Girl Cult 的这一款。这个颜色我不太记得了，就它是带一点酒红色调的那种棕红色，给大家看一下它上手的效果。这款算是我2019年最常用的一款了，如果大家感兴趣我2019年的口红爱用的话，可以在屏幕底下留个言。对，我比较喜欢就是用手指把它给抹匀开来，就它是那种棕色，就是真的是棕色，搭上嘴唇原本的粉色又会显得有一点棕红的感觉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在它的基础之上，在已经有一点点红棕的那种感觉之上呢，我再用 Girl Cult 的这一款口红，我不太记得色号了，我到时候会打在屏幕这里。它是那种丝滑的那种哑光质地，然后上嘴的话也不会太干，但是并不代表你不需要做好唇部护理哈，就是基本的唇部护理还是要做的。喝在嘴唇里面，这样搭配下来呢，就会显得嘴巴上比较有层次感。那今天的妆容就到这里啦，我朋友应该也快到了，然后我现在要去看一下我的蛋糕。我刚刚已经把鸡爪都已经移到一个碗里面来了，给你们看一下。
这个是我做的那个蒸糕。我感觉我这一天就是在厨房里面度过了，还好我朋友现在准备快到了，然后我们准备出去吃火锅。那我现在准备出门啦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已经坐在了火锅店里面准备吃火锅啦。然后刚刚点完菜，我们等了好一会儿吧。然后现在准备吃火锅啦，我忘记带相机出来了，所以现在就只能拿劣质的苹果手机的前置摄像头。我们现在准备吃饭啦。